跑的主播各位观众，一辆黑色高级跑车沿路往前开，开到银行门口停下。这时车没熄火，歹徒下车直奔银行。一进去，歹徒就将一个超商用的白色塑胶袋丢向柜台，大喊：“把钱装满，我要抢钱。”行员虽然吓到，但相当镇定机警。退后时顺手按下柜台下方警报器，线上巡逻警网获报，员警立刻赶赴现场。带你来看一段现场画面。就让我看到的地方，有子弹，丢掉，丢掉。把枪丢掉！你不懂吗？我本来。我们可以看到警方冲上前喷辣椒水压制歹徒。当时这名歹徒见到警方到场，还扣下扳机三次，企图朝警方开枪。所幸卡弹，子弹没有激发。根据警方调查，歹徒因为欠了钱庄100多万，才会心生歹念，开着前妻的车持枪跑到银行行抢，还特地选在中午时段，行员准备午休、人比较少的时候下手。行员机警加上员警合力，最终顺利制服歹徒。以上就是详细情况，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。